招牌这个。哇，招牌是哪个？我不要这个。我不要你。他说这个只可以用两口吃完。怎么是两口吃完？两口吃完。哦。不知道哇。他是什么里面？咖喱粉，是配的打打酱，还有鱼子。我觉得我吃辣进步了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发现你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进步好大。蘑菇汤的吃辣。感受太强烈了，我有点无法自拔。它那个海胆包裹在那个入口即化的牛肉里面。美食家。哎，我就是现在我已经是半专业的美食家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越发的丰富了，不能只说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。明天你们去带着打印一下，结果我现在扛不住，居然又给我布置任务，带着。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现在就是晚味。对，牛肉丸。在谈呀，好 Q 哦！哇，我觉得那个辣椒很好吃，这个绿色的酱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烧烤酱，它变绿差不多。它明明就是爆浆，但咬出来很像爆浆。你知道我们俩在看什么？电视出来不管，两个人头烫，然后这个太坏了，因为很烫，然后那个紫水一直喷出来。我超级喜欢吃东西，太好烫。早上好啊，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大家想不想有一起是我和蘑菇一起入境直到现在？我得化个妆。他是兰兰，我们以后都叫他兰兰。蘑菇终于有一个人是记不住他的名字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叫他香菇，我永远叫他香菇，然后他叫蘑菇，香菇，他蘑菇。我们应该一起两年半了，我以为四年了。我还有这是革命革命友谊比较深刻。你要尝我吃的吗？它这个虫是点睛之笔。这是什么？我跟后面一样。这叫吃一家，我感觉不是胶原蛋白，不吃很浪费哦。我的世界只有蔡卓宜。你的世界还有韩国一堆人呢。这是紫苏叶哦，超级好吃。我开始紫苏叶放的超级好爽，就吃太多肉开始就会有点腻，那个紫苏叶就没那么腻。你小心不要爆出来。我们来个地方，我们马上就吃好了，我们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要不起哦。哎，你弄的真的不行哎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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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食物这种东西真是第一口第一印象重要。吃进去就是有一股就很香的蛋的味道，然后再加那个酱，然后加那个肉的扎实感。因为三秒了，这次学聪明了，先看看他。啊，我要等他。他地瓜果是什么？哈哈哈哈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它是汁水。它是汁水。拜拜。上面这个是什么酱？好特别哦，这个不是我觉得还不错，蛮解腻的，但也不到很好吃。这个冰淇淋很好吃。